歡迎收睇PSM Gadget Live。喂，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下嘅題目啦。咁啊，就係呢個 Canon 嘅 EOS 嘅 R5 同埋 R6 兩部相機啦。咁因為其實呢兩部相機都係上個星期啦嚇，咁啊喺線上公佈發布咗啦咁樣。咁當時大家就睇完個 spec 都話話聲嘅喎，係嘛？係，因為其實嚟講 R5 就係目前市場上第一部可以拍到 8K 的單反機，係啦，咁就喺個無論喺嗰個拍片的解像度啦，部相機的像素啦，咁樣嚇，咁即係所有嘢咧，其實即係我哋睇到就即係一來就係即係針對住即係無反嗰個市場啦，咁因為無反市場過去都係Sony 就獨大咁滯啦，即係攞咗好大部分，同埋喺嗰個市場上面都係一個最耐嘅時間啦。咁就調翻轉你 Canon、Nikon 其實有之前好一大段時間其實都唔肯放棄呢個單反啦，咁啊仍然係做緊呢個單反，即係尤其是喺 full frame 上邊嚇。咁啊，因為之前EOS R 咁其實都會喺啲 APS-C 嘅機啦，咁就喺相對 Sony 喺full frame 嘅無反上邊咧，咁啊即係始終落後咗好多，咁所以今次即係 Canon 出呢個R5 R6 啦，咁大家都會好留意，即係究竟佢同即係 Sony 嗰個產品啊嚇，即係而家譬如高階一啲嘅 full frame 機，譬如講緊A9II 啊，或者係A7R4 咧，嗰個功能上邊或者喺個定位上邊咧，究竟點樣擺法啦？咁而家基本上咧，咁 R5 就可以話係一部完全匹敵於Sony A9 嘅一部機啦。係啊。咁而R6 咧，其實某程度上佢係針對住 A73 嗰個市場嚟打嘅。係啦，因為我自己睇啦，即係我都知啊 ，Andrew， 你今朝其實就玩過部 R5 嘅。今日有機會掂到部 R5。咁但係喺即係俾大家講下，即係你玩完之後個感覺之前咧，我想喺個規格上面都即係可以講一講，即係究竟兩部機，即係 Sony 嘅A92 啦，或者係A7R4 啦，同埋而家即係 Canon 嘅 EOS R5 R6 咧，即係嗰個 spec 嗰個比較，我諗最主要嗰個分別就係話我哋睇完R5 嗰個 spec 咧，嗰個期待度好高咧，即係除咗係 8K 拍片之外咧，佢我自己對佢嗰、那個譬如嗰個解像度啦，咁佢係有呢、這個R5 係有4500萬像噶嘛嚇，咁啊即係同Sony 嘅A7R4 咧，即係6000萬像咧，雖然有少少距離，但係都屬於一個叫做高解像度的一個機種嚟嘅，即係譬如你話想 crop 相啊咁咧，咁其實4500萬像素咧都足夠使用，即係等於之前嘅Sony 嘅A7R3 咁樣嘅解像度啦，咁樣嚇。咁但係調翻轉講咧，如果你睇翻佢係嗰個連拍速度嚟講咧，其實咧R5 咧係等於呢個A9II 嗰個嘅每秒20張嘅電子快門啦，咁樣嚇。咁啊，所以呢方面咧就其實佢就喺Sony 一部機可以打到呢個 Sony A9II 啦，同埋呢個A7R4 嘅兩種，即係兩部機嘅中間，我睇嚇。咁所以嚟講就，譬如你買一部機咧，我就有兩種用途都 cover 得到啦。因為 A9II 個限制就話連拍會好快，但係佢個像素咧係2400萬。咁如果有一時我想影完之後再做一啲 crop 相嘅動作咧，2400萬係有啲問嘅，爭少少。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俾到4500萬我咧，咁我連拍完即係我打中咗一張之後咧，都仲可以 crop。咁喺我諗喺一啲運動攝影上邊咧，或者一啲高速攝影上邊咧，呢方面都其實係有著數嘅嚇，即係唔好講 8K 拍片添啦，即係 8K 拍片或者 4K 120拍片呢、這個功能一講咗出嚟嘅時候，大家都充滿期待啦咁樣嚇。咁但係呢方面我一筆表住，因為等陣你實際攞到機我哋再講。我反而就係講個像素，咁反而就R6 咧就大家可能就會比較係忽略咗佢，
咁但係其實真係似 A， 真係似 A 七三啊，係啦。咁因為佢嗰個像素其實就2100萬像素啦，咁就等同 A 七三。咁但係喺嗰個電子嘅佢有電子的快門啦，嗰啲就快啦。咁亦都係有呢個20:1嘅連拍嘅。咁其實如果你話我想用到A73咁樣嘅價錢，咁但我買個 R6 咧，咁其實佢已經用 R6 咧就正正等於 A92 嗰個 spec 噶啦。即係2400萬像素加呢個20:1連拍，同埋 R6 嚟講，佢自己都係強，佢仲另外一個強調就係佢嗰個感光度咧係比一般市面嘅機係高嘅，基本上係等於 A7S2 咁上下嘅，其實係。咁所以就佢有幾部機嗰、那個好處啦。咁但係調翻轉講啦，即係其實我哋睇 R5 或者 R6 一個比較好嘅優點咧，就係佢嗰個對焦嚇。咁因為呢個係 Canon Sony 一直咧都做唔到嘅，就係呢個100% 嘅對焦嘅 cover 嚇。咁呢方面咧就基本上 Canon 就做得呢方面係比較先進一啲。同埋佢今次 R5 嗰個電子對焦咧，即係嗰個 Eye Viewfinder 嗰度咧，佢係用咗576萬像素，仲可以有。R5 係，同埋係120 frames per second 嘅一個更新率，其實係呢個係市場上係最頂級嘅啦。係啊 ，A7R4 都冇咁高嘅。係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嚟講咧，就佢就比起即係 Sony 都有一個唔錯嘅進步喺度啦。咁大家就會睇下會唔會其實 Sony 喺下一步咧都會係要怎樣去追翻啦？因為其實 Sony 喺呢個 full frame 嘅無反市場都用咗好多年嘅經營咧，先有今日嘅成就嘅嚇。咁如果你話哇，佢轉咗去Canon 咁樣打出嚟之後咧，咁其實 Sony 下一步要點樣打咧？或者短期內佢會唔會有新機可以完全去追得翻咧？咁要睇一睇啦。咁我見你畫面係咪有啲相啊？你嗱，今日就係你玩完部機啦。今朝咧，咁就我就去咗 Canon 嘅總部啦，香港嘅總部啦。咁就率先試過部R6 五嘅，因為基本上就我哋其實實際上手個時間咧，部機摸上手咧，其實係只係得20多分鐘嘅啫。咁你可想而知，其實20多分鐘我哋可以試到嘅嘢就唔係咁多嘅。咁第一個感覺就係部 R6 五，我第一個俾我感覺就係、是。其實部機相當重下嘅，哦，係啦。咁雖然佢報稱就相當重，係咪因為支鏡頭本身咧？因為其實如果純粹計 body 嚟講咧，佢就738 gram 就唔算好重。機身真係本身機身，如果淨係機身唔重嘅，但係支鏡搭埋佢，而家佢搭嗰支咧係24-105 f/4 嘅 RF 鏡啦。咁本身呢支鏡咧，其實都即係相當重下。呢支係紅圈嚟噶嘛？即係如果你用 Sony 去比咧，應該就攞支 GM 去同佢比嘅。咁當然 GM 會再重啲咧，GM 係2.8 gram。咁但我就咁拎上手咧，因為我哋今日我哋 photo 咧就用緊呢個D5。五 D Mark Four 佢都係用24-105嘅鏡頭。咁我兩部機咁稱過咧，左右手咁比咧，其實差唔多重嘅，我發覺。啊 ，body 嚟講應該5D4係重好多嘅，重多100 gram 到。但係手感出到嚟就差唔多，兩部機差唔幾係啦。咁咁因為我哋試嗰時間就唔係太多啦，咁。大家最著眼嘅咧，都係佢嗰個 8K 嗰個拍攝啦。咁好多而家新推出嘅相機咧，都會有一個設計，就係好分明地就將嗰個相片拍攝同影片拍攝咧，佢分開咗兩個 part 仔咁樣嘅。咁啊，等你容易啲切換兩個唔同嘅模式咁樣去做嘢啦。咁但係咧，揾翻張相俾大家睇一睇先啊，去邊度？呢張相係但係咧，你見到其實R5咧，佢嗰個機背嗰度咧就冇嗰個拍掣嘅。
咁變咗我初初我拎上手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問我究竟點樣switch 佢去影相同呢個拍片個模咧？原來佢係要撳兩個掣嘅，即係撳 A 掣再撳 B 掣咧，佢先至可以切換到過去嘅。咁變咗如果你講求好機動性嘅話咧，嘅咁嘅menu 咧就係比較。要啲時間熟習咯。呢、這個我有少少即係想問多少少啦，因為其實我見其實部相機佢 video 嗰個快門掣啦，同影相個快門掣兩個掣都喺個機頂個位啦。咁其實基本上你拍片嘅時候都係撳個快門掣啫。撳拍片嘅時候其實係你嗰、那個你而家個轉嗰、那個係啦，轉嗰個紅色快門掣啦。係咪都係拍？係咪都係撳？咁但係你頭先所講係轉拍片，即係譬如一啲拍片模式嘅設定，就要撳 A B 就係轉咗個模先至再做個設定。係啦，係嘛？係冇錯。咁其實呢個我印象中，就算 Sony 啊都類似咁樣嘅。即係佢拍片嗱，佢影相就擰拍 Sony 有好多成日擰咗個片喎，係啦，佢就擰咗去拍片佢嗰個轉盤 PSAM 嗰個轉盤扭到去下邊MM 二打後咧，就應該有一格咧就係 Panorama 下邊咧就會有一個拍片嘅，冇錯啊，係啦。咁拍片裏邊嘅 PSAM 咧都係要入去 menu 校嘅，係啦啊。咁但係佢、這個，我見而家佢呢部機係連 PSAM 個轉盤都冇咗噶嘛，冇錯嚇。咁點樣轉 PSAM 啊？佢都係要首先撳機頂個模，跟住你就轉、就轉頂個轉盤咧，佢就係所謂 PSAM 嗰度啦。係啦，即係先撳一下個模掣。係啦，先撳一下個模掣。係，咁啊跟住再撳撳翻個 info 嗰個掣 ，info 嗰個掣再 switch 咗去嗰個拍片嘅模式。咁啊，再用個controller 去撳，或者 touch screen 都得嘅。touch screen 噶啦，因為如果你再用上面嗰、那個十字 dial 或者係嗰個 jot 位去校嘅話咧，你會發覺係好論盡嘅。你數不如係直接用手篤去仲快。其實呢個就因為 A7R4 嗰個情況咧，就唔係5D Mark II 啊，即係5D Mark IV 啊，講翻5D Mark IV 先，係頭先噏錯咗啲型號。佢係一個實體嘅，好似鋼杆仔咁樣嘅嘛。機背嗰度。咁其實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佢5D 四咧，佢拍咗嘅時候咧，佢就嗰個拍掣咧最大嘅作用係俾你 lock 死咗嗰個機械快門。即係 off 咗個機械快門，佢純粹用電子快門，咁就有個咁樣嘅鋼管仔。但係其實當相機由呢個單鏡機轉咗做無反咧，其實就已經冇咗呢個鋼管式嘅操控㗎啦。其實就即係譬如你睇 Sony 嘅無反機咧，一直都冇嘅。佢係有一個video mode 啦，但係佢就唔使咁樣拍咗過去先。其實另外一個牌子咧，即係富士啦，佢啱出咗嗰部，因為我冇記錯應該 TX4 啦。咁其實佢都有呢個設計嘅。佢就會咁喺個機頂都近繞翻打個位，佢哋有個拍掣咁俾你就拍咗去still shot 同埋 movie mode 咁樣。咁佢就好清楚地會有兩個截然不同嘅 menu 俾你睇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操控嘅，咁你就會好容易知道究竟你而家咪拍咗。當然我都同意嘅，即係譬如我哋同事用緊5D4啦，咁佢譬如拍片啊、影相咧，佢就好順手，即係你攞隻手指公係啊一撥，咁就可以去到嗰個位。係啊，機底。咁五而家即係我哋睇R5 或者 R6 咧，咁好多掣其實都變作即係雖然佢即係當初上個星期我哋睇佢就係官方嘅講嘅時候咧，都話譬如佢會 keep 翻有兩個 jot dial 啦，R5 同 R6 基本上咁，另外有一個十字掣嘅控制啦，再加 touch screen mon 啦，即係佢就講到係喺操控上面咧。應該都齊曬嘅。其實你睇到 R6 咧，就會有翻個轉盤喺上邊嘅，即係PSAM 個轉盤。反而係清楚，反而係清楚。即如果我覺得，如果你講我用開 Canon 嘅，我用緊 5D4 嘅，轉去咧，其實可能 R6 會比較易上手，因為調翻轉講R5 佢嗰個轉盤個位咧，R6轉盤個位咧喺 R5 咧就變咗一個資訊屏，其實。好多時而家啲資訊屏都會喺個 viewfinder 度睇到，譬如你而家行緊幾多光圈快門啊，
ISO 幾多嗰啲咁嘅基本資料咧，通常喺 WiFi 帶或者喺個 DVF 度睇咯。係啦，咁啊反而嗰個資訊屏就冇乜實際作用嘅。係啊，佢因為只係收到啲好簡單嚇。你做記者未舉得機之前嚇望一望啦。咁但係調翻轉，我係一個快速嘅轉毛，可能緊要啲嚇。聽講個毛好似可以customize， 即係直接。PSAM 可能冇咗個 P 或者冇咗個 A， 嚇，即係等你容易拍中佢啊，嚇，即係唔使扭四下啊嘛，兩下就得啦。本身都有個即係 C， 佢有三個 custom 嘅制開俾你 set 嘅。係啊，其實佢個 job 咧係多嘅嗱，譬如你而家喺嗰個個毛嗰個毛掣側邊個圈咧係一個圈啦，嚇，相機快門即係個把手位上邊係第二個圈啦，冇錯啊，係嘛？基本上咁基本上同埋其實機身中間都有一個圈噶嘛，後面有個圈嘅係啦。其實佢啲圈係即係光圈快門嘅，或者你連 ISO 都好咧，基本上你都可以 default set 翻去用唔同嘅圈咧去控制嘅嚇。即係我覺得佢控制啲掣係夠嘅。即係唔至於唔夠用，只不過就係話你頭先講係嗰個video 切換個問題啦。呢個係嚇，呢個唔係單止我，譬如我哋阿 Photo 啦，同埋係啲行家咧，有一兩行家佢攞第一次攞上手嗰時咧，都有呢個疑問嘅，係啦。嚇，唔慣咯，你哋可能用開五 D 四突然間。三位數機嘅掣嘅佈置嚟收一，三位數機價錢。係啊，但係問題即係即係呢個LCD 嘅顯示屏咧，其實對真正拍片對我諗好兩極啊，兩班人即係譬如有啲影開大相，即係影開相嗰班人咧，就好中意呢個屏，即係佢一望到知道而家光圈快門啊 ISO 係幾多啊咁樣，或者EV 補償啊，佢即刻睇到。但係對拍片嘅人嚟講咧，就未必睇呢個望嘅。是不看的他們要看 Viewfinder 的那就很兩極好了那講到這裡都我氣慾啦就是拍片如何了因為其實上個星期在這個Canon 即官方發布完這個R5 R6 之後呢哇很厲害即是不出24小時呢就有些review 出咗啦，咁就係話 8K 拍片嘅時候咧，就原來出現咗一啲 overheat 嘅情況。正想講呢樣嘢。咁呢個情況究竟實際上係設計嘅問題啊，或者係 8K 拍片太辛苦啦，即係太大食啦，搞到部機 overload 啊？又或者係影唔影響到你實際操作咧？咁啊，呢個咧反而係即係大家好關心，亦都係買唔買呢部機嘅一個考慮因素啦。根據官方嘅資料啦，佢其實早應該上個禮拜尾啦，咁喺日本嗰邊咧都已經係有一啲討論區嗰度就提過關於呢部機嗰、那個 8K 嗰個直接拍攝時間。咁日本當時佢哋話根據試樣表啦，即係呢一個 user manual 啦，就話佢係拍 8K 30 frame 咧係只可以拍到20分鐘嘅啫。呢個係報稱係官方設定嚟嘅。係啦，咁但係佢哋係喺一個所謂類似實驗室環境啦，一個二十三度嘅室温，咁你諗下23度室温，其實好香港好多辦公室都冇咁嘅温度㗎嚇，其實咁就可以拍到20分鐘。咁如果係拍 4K 60 frame 嘅話咧，最長可以拍到35嘅。咁但係咧有最有趣嘅就係話，如果你係拍 4K 30，即係唔係 4K 60，係 4K 30 frame 嘅話咧，佢係無限，佢可以無限咁拍嘅。哦，係啦。但係我記得佢當初即係上個禮拜我哋睇官方發布，佢好多時拍 shot 都係因為可能因為歐盟嗰個限制啦，咁就係拍到29分59秒咗嘅啦，冇咗嘅，係啊。佢話因為嗰樣限制係最近呢一年度咧已經撤銷咗，所以而家好多機話會通過 firmware update 啦去解除呢個限制嘅。哦因為上個星期我哋睇就全部都係29分59秒，係啦，而家就話就冇咗，但反而呢個就變咗第二個限制就係、是、即係佢官方就唔承認部機 overheat 嘅，佢死都唔認嘅，係啦，但係就會夠期嘅時候夠鐘就會停低嘅，夠
夠鐘係冇錯。係啦，點停法咧？點停法咧？嗱，我就其實我哋今日咧，因為我哋今日其實可以試嘅時間真係唔多。咁我同阿富湯咧，佢只係試咗大概零七呢張其實另一樣嘢嚟嘅。咁就嗱你大家知道 8K 拍片對於嗰個記憶卡嗰個要求非常高嘅。係啦。咁而家嚟講，一般都會建議大家係拍 8K 嘅時候咧，就要用CF Express 2，CF Express 啦，又或者係呢個SDUC 係咪 UCE 咁樣咁嘅卡啦，即係啲比較高速嘅卡先可以做到嘅。UHS 二啊。係啦，咁就 Sony 咧就係 UHS 二嘅，即係第二代。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啲比較你用係啦，如果你係用啲舊，即係點樣分 UHS 二同一咧？二咧嗰個金手指位咧有兩排嘅，嚇、啊，即係兩行 I/O 嘅。舊卡無論你咩 U 三啊 U 十咩速度都好咧，都係得一行嘅。係啦，冇錯。咁喺 Sony 嚟講，其實喺 A 七 R。三啊，已經係轉咗噶啦，或者第一代 A 九，第一代 A 九嘅時候咧，已經轉咗噶啦，係兩排金手指。即係如果你要連拍嘅時候咧 ，suppose 你係要換曬啲卡嘅，係啦，係啦，兩行金手指。咁當然 Canon 呢部有啲唔同啦，即係佢除咗行呢個USS 二嘅 SD 卡之外咧，另外一個 slot 咧就係 CF Express 嚟嘅。好啦，嗱，而家最期待嘅畫面見到啦，係啦，而家喺畫面見到咧嗰個屏幕裏邊咧。出現了一個紅色的一個小方框，那是什麼呢、哦、即是垃圾桶上面那個垃圾桶上面有一個紅色的方框，那就其實就已經是過熱警告來的了、嗯、那過熱警告其實我這部機器用了多久呢？其實我只不過是、在他們總部樓下不夠十分鐘的時間。你這個是拍緊 8K 的？是拍緊 8K 不夠十分鐘，那我只是、亂試了大概三四條不夠兩分鐘的片，即係啦，前後咁即係八分鐘到啦，應該正式拍咗。哦，咁就已經咁樣啦。哦，即係你唔係一個 shot 直落八分鐘。唔係啊，係影下影下。影咗停咗分零兩分鐘，跟住就再開翻拍分零鐘咁樣。呢個好有我早期用 Sony A 七嘅感覺，第一代。當年拍片，我哋仲記得話拍到 overheat 到咧，嬲到咧，掉咗部相機落冰格。8K 咁樣拍法有冇意思咧？其實唔係冇意思嘅。咁、嗯、但係你係要訓練個人個 mindset， 即係點樣去籌劃好你嗰個前期嘅拍攝？你係大概啲 shot 係點，你度好曬先至正式撈機咁一次過拍出去咧。咁就冇問題。嗯。咁如果你你係不停咁試下嘅話咧，你就可能用翻1080啊或者4K 去拍咗試咗你要嘅嘢先。但其實調翻轉講，有時我拍 shot 咧，唔係話試好曬位嘅，有時你真係可能要 take 幾個 take 咧，係啊，先至知揀一個好啊嘛。咁其實揀得幾個 take 你都會爆時間嘅，因為你睇翻頭先，譬如你講嗰張 slide 咧，即係今朝 Canon 幾招嗰張 slide 咧，我 show 翻嗰張 slide 俾大家。嗰張 slide 咧側邊咧，其實Canon 佢官方咧就係一啲建議嘅使用嘅模式嘅，你可以放大啲俾大家睇，係啦，係啊，再扯大啲建議，點解會咁？建議嘅成日都會出咗呢張模式。放大啲先，係啦。建議使用場合，嗱 ，8K 三十咧就係呢個 8K 製作時，作為副機及需要全片幅的視覺使用，為 4K 後期製作預留空間。嗱，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如果你拍 8K 咧，呢部係 full cam 嚟嘅，即係喺側邊拍啲 side shot 嘅啫。咁而唔係主 cam， 因為主 cam 一般可能我哋一個 shot 直落啦，可能分零兩分鐘啦，多唔好講三十分鐘啦，因為好少人會拍一個 shot 直落三十分鐘唔剪嘅嚇。咁、啊、但係喺呢個情況咧，喺呢仲係要作為副機咧，即係可能都係拍兩個 side shot 嘅啫嚇，或者係俾你拍一啲諗住我嚟 crop 嘅時候咧。嚟用，而唔係作為一個 8K 主 cam 去用嘅。佢點解話唔會出？係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以喂，我諗住用一部買一部 R5作 8K 製作去做主機咧，似乎就未必如大家所想嗰個效果啦嚇。
咁啊，呢個就有少少出入啊。咁你睇翻其實佢嘅其他嘅要求啦，譬如 4K 120，唔係俾你做一啲4K 82fps 更加流暢嘅畫面嘅，而係俾你係拖翻，即係 cut 翻去做一啲 4K 慢動作。去用嘅，咁當然呢個慢動作就唔同Sony 嗰啲，即係用好多張圖去拖翻慢嗰種慢動作啦，而係真係有一個比較多嘅film 數咧，去俾你拖翻慢，即係你拖完之後咧，你就可以有 4K 60嘅慢動作咁樣去用嘅嚇。咁呢個都，我覺得呢個反而就喺你影片創作上面咧，就會多一啲彈性啦，即係 4K 120嚇。咁當然 4K 60而家好多人都會當係一啲主要拍片嘅規格㗎啦，即係一啲廣告拍攝啊，或者一啲比較有要求嘅錄影製作咧，其實都用緊 4K 60行主要嘅製作。咁所以就你睇翻其實呢部機咧就如果你真係主打拍片咧，都係 4K 60咧比較穩陣嘅嚇。咁啊 ，4K 120或者 8K 30咧，都係一啲 option 去用咯，即係而唔係話我長著住個 8K 去拍啊咁樣。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啲 8K 製作，我諗可能你要用翻一啲即係再專業啲專係 for 拍 video 嘅機咧，可能先至可以啦咁樣嚇。咁當然其實。除 R5 仲有咩補充啊？你呢度有咩值得再講？有啲觀眾可能未，可能未必 get 到究竟撳個 mode 掣再撳 info 係點樣，即係轉 mode 係點樣啦。其實我嗰陣時我拍嗰條片俾大家睇一睇嘅，好係啦，兩分鐘到嘅啫。我睇部機個嗱，譬如你手揸個又唔係好大，唔係好大啊，但係好重。我覺得係支鏡咯，真係好重，係啦。機身呢邊就即係同之前5D4差唔多啦。之前 RP 當然我中意佢就係呢一個反光嘅，即係呢個反光其實喺 Canon 機就唔陌生啦。但係大家官方咧就幾 sell 就係話呢個 mon 咧，佢由 viewfinder 轉換切換去 EVF 咧係好快嘅。陣間可陣間尾段可以試到俾你嗱，而家就係試究竟點樣去 switch 嗰個功嗱，撳咗一次之後咧。咁喺你未 set 其他嘢之前咧，你就你仲可以撳個 info 去轉嘅。即係你 touch screen 去揀 PSAM 啊。係啊。啊，呢個其實有啲似我用呢個Sony Set V 一嗰陣嘅情況。Set V 一就係RS 100咧，但係你冇咗個轉盤啊嘛，所有 PSAM 都要入去 menu 度揀嘅。係啦，咁啊係慢啲嘅。即係我都承認，即係冇你直接轉盤咁直接嘅。係啊，即係如果對於拍片嗰個機動性要夠高嘅，就可能會幾想咬人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拍片呢、這、一個即係講翻嗰個個 mon 啦，個 mon 呢一種反 mon 咧就好好用。自拍嘅時候會方便啲咯嚇，因為你扭出嚟你就睇到。咁始終 A 七系列或者 A 九系列到而家都做唔到呢一個反 mon， 所以其實就算喺外喺户外用都幾舒服嘅。嗯，好啦，跟住我就可以試試佢 switch 俾你睇啦。佢基本上 high 啦，佢就即刻切換到，佢唔使點等嘅，因為佢話原來之前 RP 或者都要少少時間去轉嘅，佢呢個就快好多嘅呢、這個，係啦，基本上就咁啦。呢個係咩轉盤咧？呢個係個開關掣。哦，好大隻個開關掣。而家呢支就係24105啦。我諗呢支24105紅圈，如果你買得呢、這個R5 嘅，都應該係膽噶啦。都應該買佢噶啦。喂，今日你有冇試過佢嗰兩支？佢有冇 show 嗰兩支 F11 光圈？佢有 show 嗰兩支你知即係 F11 光圈嗰兩支。係啦，有相噶嗱，呢兩支就係、是。係啦。佢甩起上嚟咧，係想比我使用之後輕好多嘅，好輕，好輕。因為有即係啲相機鏡頭嘅供應商咧，咁啊詳細研究過呢兩支鏡嘅 spec 嚟嘅。
咁點解可以做到咁輕同埋咁細光圈？當然細光圈有個好處嘅，第一就係你支鏡可以大幅收細嗰個體積啦、重量啦，價錢亦都好相宜啊。咁但係其實呢兩支鏡本身個設計咧係反射鏡嚟嘅。是反射鏡嚟噶，反射鏡嚟嘅，即係有熟悉相機鏡頭架構嘅行家講，所以先做到咁細，同埋咁平。係啦，即係如果大家當年記得，即係Minolta 有支好經典嘅500mm 反射鏡，五百八光圈嘅，係啦，白光圈啊嘛。咁嗰支反射鏡咧就類似啦，即係可以用一個好相宜嘅價錢買到一支。好長焦距嘅鏡頭，講緊當年 Minolta 嗰支反射鏡都講緊3000蚊喎，嗰陣時3000蚊。係啊，但係嗰支鏡好長青嘅喎，直至 Sony 收購咗玩 A Man 嘅時候，大家都仲係揾緊嗰支鏡買嘅。係咁、所以呢兩支 F11 咧就同埋解釋到點解可以咁平同埋做到咁細緻。同埋佢有趣嘅就係、呢兩支鏡咧。如果配合呢個 R 五同 R 六嘅話咧，就算加咗個1.4或者係2X 嘅放大嗰、那個增距鏡咧，都可以做到自動對焦，即係話去到22光圈都仲可以自動對焦嘅。哇！但係我真係想22光圈可以拍啲咩？即係大日光就要收到22光圈。其實我喺Canon 個 office 裏邊咧，我嘗試換咗支600。我不敢換支800，我換支600 F11 上去咧，其實我已經係盲盲地噶啦，我已經覺得自己盲盲地即係好暗睇唔到，好暗啊！嚇，要搞要推到個個曝光保純普高咧，等我推翻高嗰個 UVF 啦，我先睇到究竟現場環境係點樣。係啊，因為 F11 光圈其實實際嚟講，我諗你喺大日光之下先至用得到。如果你話喂，我買平時唔捨得買支長鏡，咁我而家買支600mm， 有時影下啲室內表演啊，咁我諗呢啲室內表演問到啊，冇可能啊，係啦，一定要大日光啊，攞去呢個南新圍啊、青衣公園打仗啊，我試過嗰個狀況嚟講，應該喺室內開呢一個光，應該真係睇唔到。係啊，因為正常你買支600mm 一嚟貴啦，如果你譬如你睇翻 Sony 咁樣或者其他牌子，好多600mm 講緊都要幾萬、10萬咁樣嚇。咁二嚟就嗰支係已經變成一支大炮，咁你攞出街個機動性就即係除非你好專業用途，或者係你好有興趣打著啊，否則都未必普通人會入一支咁樣嘅鏡。好啦，咁但係而家呢支600mm 講緊係5000幾蚊啊嘛，咁我覺得就800嗰支就7000，係啦，咁我覺得就。普通人都可以買一支看門後，即係萬一真係喂有啲場景你想試一下打著嘅滋味嚇，或者影遠嘢嘅滋味咁。當遠處有多煙嘅時候。係啦，咁你就都有支鏡可以用。我覺得過癮嘅，即係你如果唔係經常要出到600mm 甚至800mm 咧，呢兩支鏡是但可以有一支嘅。同埋佢真係好輕，就算配落 R 五嗰度都。不會話啲咩頭重尾輕嗰啲感覺，同埋點解呢兩支鏡嘅好處就係、是，即係我覺得點解今次 Canon 夠膽出呢兩支鏡咧？因為你八級防震咧係幫到F11 光圈嘅實現，即係如果你以往你用到咁細光圈，你拖慢個快門啦，或者拉高 ISO， 咁如果你拖慢過快門的時候，而個防震唔做得好咧，好多時都會縮鬆啦。咁而家就變咗你慢少少快門都 OK。譬如你用到60:1啦，我諗手持嘅話咧，都應該安全嘅。應該可以嘅，同埋本身呢兩部機，即係而家新嘅啲機啦，佢哋嗰個 ISO 嗰、那個即係可用到 ISO 咧都比較高，好多時你。推高 ISO 去走咯，去到萬幾咧，都出到嚟都唔會話太過渣嘅，係啦。即係日光日白開個6400 ISO 你認識，即係好笑啊！我覺得成件事，但係就你冇啊，你用價錢去換啊，啫。係咯，係啦。嗱，咁當然啦，即係除咗即係玩個 Canon， 因為其實 Canon 呢兩部機幾時有貨？8月頭啊？其實七。
R5 就七月三十號正式喺香港賣，咁而家就做緊嗰個預購，咁預購就當然你買部機咁就可以用一個比較相宜啲嘅價錢去買翻其他嘅配件咁樣咯，入埋支鏡啦咁樣嚇。咁啊當然啦，如果大家係有興趣買嚟拍片啦，咁其實如果你係呢一兩年或者呢兩三年係投資咗啲拍片機，我諗好多都用緊 Sony 系統噶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冒然轉會或者話至多套 Canon 咧，就真係有啲重皮嘅。除非如果你本身已經係一手 Canon 鏡，咁嗰你都係用都係 Adapta 去用 Sony 鏡，去用 Sony 機嘅話咧，咁你而家覺得如果真係覺得部 R5 係吸引嘅話咧，咁就真係可以轉翻去用咩嘅咧？係啦，即係如果你係用緊 Sony 系統嘅，咁都對當然都期望即係 Sony 有新機，因為其實一直都傳緊，即係今年A 系機咧會有新嘅型號啦。咁而家傳得最 confirm 嘅啦 ，confirm 或者最接近嘅就係呢個 A7S 3啦嚇，因為 A7S 咧就upgrade 嘅速度係好慢嘅。而 A7S 2或者 A7S 第一代啦，咁都係強調喺呢個低光嘅環境或者呢個高 ISO 嘅表現啦，咁樣嚇。咁但係今次雖然 A7S 3就未正式發表啦，但係我哋從即係一啲流出嚟嘅規格睇到啦，咁今次 A7S 3就個定位咧就有啲唔同嘅嚇。咁最主要就係A7S 3佢主要是以拍片為主，是 4K 的120，但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其實它會在這個 sensor 上面就做了一些特別的設計，因為以現在流出來的資料來說，它這個 sensor 的解像的像素是1200萬而已，1200萬，咁影相嚟講啊，真係相對就會少低。但係如果拍片嚟講咧，就做到一個唔需要 crop 嘅一個4K 嘅啱啱好嘅。因為 4K 其實而家其實講緊800萬像素左右嘅啫。係啦，咁當然而家就未出啦，咁未估計到究竟佢正式出到嚟嘅時候咧係點樣？咁但係睇而家佢個規格，譬如佢喺拍片上面啦，因為R5 或者R6 咧，其實拍片上邊咧，佢除咗係呢個解像度高咗之外咧，其實佢喺拍片嗰個模式咧係做到呢、這個H.265 啦、422嘅10bit啦咁樣。咁呢方面如果你係做一啲電影製作咧，就比較係有優勢嘅，因為如果你講緊Sony 嚟講咧，咁其實佢最高而家都係用SAVC 啦、S 啦咁樣嚇，咁嗰個bit 數咧就冇十 bit 咁高嘅嚇，又或者係講緊 R5 其實可以用到12 bit RAW 去拍片嘅，咁但係傳說嘅即係呢部A7S 3咧都會做到係42212 bit 600 meg output， 咁喺嗰個bit rate 嘅增幅上邊咧，其實都幾大嘅。咁當然你話呢部機我諗都係針對拍片㗎啦，即係而家未必大家會可以接受攞個1200萬像素嘅相機出嚟去影相啦咁樣嚇。咁但係如果拍片咧，就都啱啱好嘅，即係拍。但係當然啦，都要睇翻呢部 A7S 3嗰個價錢啦，睇下嗰個價錢會唔會真係有個競爭優勢啦。我又覺得未必會好貴喎，即係我諗就係介乎 A7R4 同 A92 中間咯。因為如果你睇翻過去，即係A7S 一代啊、二代啊，佢嗰個價錢就係咁樣定嘅。即係當然當年出呢個A7S2 嘅時候咧，就上面未有部 A9 嘅。係，咁佢係介乎 A7R 同埋 A7R2 或者 R3 中間嘅。嗰時候我記得個價錢 S2 係平過 R2 少少，平少少嘅，平啲，係啦。咁當然而家個位又唔同咗啦，即係A73 其實唔覺A73都出咗兩年啦，係嘛？
兩年多啲啦。有冇？唔止兩年啦 ，A73 都原來唔覺都好耐啊。兩年多啦。A73 嘅即系 A74 咧，都傳說會有嘅，即係當然又未必會係今個月啦。但係 A7S3 咧就傳說係話今個月底會出，咁但係當然我哋就未收到任何消息嘅，因為其實而家如果即係 Sony 嘅新機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知道個時間嘅嚇，咁但係呢部就未安排到個時間，所以係咪今個月未其實都未知，會唔會喺後呢一個德國 Alpha 嘅時候出咧 ？Alpha 九月喎、哦，係啊，Alpha 九月頭喎、哦。我都諗緊，唔係我尋晚正式收到 invitation 啊，叫我撳掣 book 機票啊，點去啊，大佬？要唔要隔離14日噶？去14，翻嚟14，你哋大家28日見我唔到，正。咁啊，都呢個棘手嘅，咁但係我諗應該唔會等到九月啦，係啦，咁因為仲有機出嘅，譬如今個月尾 Panasonic 啦。即係都有一部 Panasonic 就出咗一部 M43 嘅，好似咁 GX100 嘅啫。GX100 啊嘛，嗰部就係 M43 嘅一部拍片機啦，咁就係可換鏡頭嘅。咁其實佢打嗰、那個，但係佢 4K30 嘅啫喎，呢部就冇 4K30。係啊，佢其實佢打個對手其實就係啱啱 Sony 出嗰部係咪20X1 啊定 Set V 啊？係 Set V1 嘅。但係佢一部換鏡機打 Set V1，Set V1 唔換得鏡。佢兩個價錢差唔多嘅有兩部機，我換得好接近嘅價錢。所以因為個價錢同埋個 size 好接近，所以好多人就將佢兩部 compare。我見佢流出嚟嘅相就 Panasonic 都會出咗一個藍牙遙控嘅手柄咯，即係就同呢個 Set V 一有啲似嘅，有啲似嘅，即係 Set V 一就係、是、當然嗰個 Sony 嗰、個手嗰係有線嘅，就有線嘅，唔係藍牙嘅。因為 Sony 嗰個藍牙手柄就唔係 for Set V 一出嘅，係之前已經出咗㗎啦。咁只不過就可以配喺 Set V 一用就。好 perfect， 但一個搞笑位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喺街上面咧，係嗰支手柄缺貨嘅 ，Set V 一冇缺貨嘅，係啊，嗰支手柄係唔夠賣噶。但係嗰支手柄可以配嘅機唔係多嘅。係啊，但係你而家出去就譬如你可能訂套裝啦，部相機真係有貨俾你，但係支手柄係要後補嘅。啊，係啊，呢個真係比較有趣嘅現象。係好有趣嘅，係啦。好，咁就仲有咩啊？有冇？冇咯，差唔多。差唔多啦。咁嗱，部 R5，我諗部 R5啦，有機會係咪下遲啲啊？應該下個啦，應該30號之後就可以會正式到手可以試到嘅。咁我哋到時揸上手或者攞上嚟喺呢度呢個節目可以現場大家試一試。因為我今日上手都係前後唔夠20分鐘，所以即係試唔到幾多嘢俾大家睇。係啦，咁啊，當然有機我試啦，或者我揾啲專業人士再同可以請佢上嚟一齊同大家用佢哋嘅角度，真係拍開高清片或者高解像片嘅朋友去話俾大家聽，佢實際用起上嚟部機表現如何啦，係啦，咁啊，下次同大家試下啦，係啦，好，咁啊，今日嚟到呢先啦，好嘛？好，拜拜，好，拜拜。